今天早上跟这一位朋友聊天，问他那个刮痧疗的状况，然后也开始喝我们的那个最新的 Lactose。昨天是第二天，他三更半夜也是一样没有起身，而且也睡得很好，然后才知道他已经一个月没有来月经了哎，那也知道昨天来月经了，哇，我好像中了万字这样子，感觉上啊，真的是太好了。